家人们，有没有人和我一样，一到夏天口干舌燥，不想吃饭，就想吃点小零食？今天准备自制四种我超爱的追剧小零食，教程在左手，厨子在右手，做法超简单，不好吃你打我。工具人已上线，今天你来做，我来做。你对我好的太过分。第一种，麻辣鸡丝，煮好的鸡胸肉撕成鸡丝，鸡丝要腌制10分钟，调料都在这儿哈。锅里倒油，鸡丝炒干水分，加入小米辣、大蒜，翻炒两下，最后加入大量辣椒，一勺盐巴和孜然，来点白芝麻，翻炒均匀就出锅啦。麻麻辣辣，好吃还低脂的麻辣鸡丝，谁能拒绝啊？就是这个味道。第二种，麻辣锅巴，先拿出吃不完的剩饭。确定你有吃不完的饭？你闭嘴。米饭里加2勺生抽，一点点油，一勺蚝油，再来点肉松海苔碎，最后撒上白芝麻，搅和搅和，平铺在油纸上，记住越薄越脆哈。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，一份几乎零成本的薄脆又好吃的麻辣锅巴就做好了。听听声音。第三种，豆皮辣条，拿出2块钱的豆皮，开水泡软，挤干水分，空碗准备一个万能辣条酱汁、孜然粉、五香粉，一勺盐，一勺糖，最后浇上热油，倒入豆皮里，然后搅拌均匀，空气炸锅160度烤10分钟，你就会获得2块钱一锅的快乐。你吃了一定会来感谢我。喜欢吃辣的，你确定不来个甜口？这就来了。第四种，坚果酸奶片，拿出家里小朋友或者弟弟妹妹的奶粉，加入紫薯粉，一点坚果碎，一点点酸奶，搅一搅，拌一拌，放在油纸上，用全身力气搓扁它，还做了个原味巧克力的味道，冰箱冷冻1小时，你就会获得营养又好吃的酸奶砖。淑女们就切成薄片，像我就直接抱着啃。不愧是女王大山。这四种小零嘴你们更喜欢哪个？评论区交作业哈。做了一周的量，总共耗时1小时，您学会了吗？